妥协，自信有主线，就是 superstar。小心我到临时的我们要好，那么多花招，只是寂寞难扫。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, get the special， 一起现在开始改变。傻太乐观，人过去遇告别，快乐人不用受偏见，撒开这累赘，穿越新世界。傻太你本来就。朋友，中间后方是我们的电视媒体，中间下方是平面媒体，这边挥手的这边，谢谢。然后我们也请这个 special 的，可能要从这个右手边开始慢慢的扫一轮，然后还有这个右。啊、因为其实今天我们还在想说，就是啊，今天真的应该是签唱会天气最好的一次，因为不会太冷，也不会太热。今天早上有太阳，对，早上的时候九点十点的时候。就觉得说，哎、欸，今天好像是难得，就是天公作美这样子。那没想到，就是现在又下起了雨。那也其实，遇水则发嘛，大家就是转换个心情，好好的享受一下今天的整个活动流程。所以刚刚说要减肥的人是谁？减肥其实我瘦蛮多的，看不出来吗？不好意思，因为可能昨天晚上我们大家去吃了麻辣，又肿回来。谁胖最多？胖最多吗？应该就是胖到脚会有扭到的那一位吧。对啊，我好像胖了七公斤，所以脚扭到，所以以为以前可以稳健的这样就快速的走楼梯，然后一样不会有事。那现在就是可能变胖了，然后就去踩个空，然后就扭到了。没有，因为前一阵子我们很密集的在宣传，那之前我们进发廊都会点奶茶，然后每天喝，然后还有粉丝有时候会送一些零食啊什么的，就会充充饥，然后怎么就突然间就半个体重就七公斤了，对。